天零点到十二点，重庆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，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93例。截至昨天十二点，重庆本轮疫情感染人数已经过万。重庆这个疫情到今年是11月份，有已经都3年了，全世界都放开了。只有我们国家把老百姓是把弄得越整越牢固。没得重庆市人民政府或者是国务院出的通告，没得任何人有权利限制大家的人身自由。警官，啷个整？拿东西出来看。国务院昨儿上午才开了会，到下午重庆市层层都在讲嘛。动态清零嘛，是在动态噻，这么一搞都全部弄来摆起禁止，还禁卫那些，要哪个鸡巴子文盲想出来的嘛？凭啥子说那些？是和我哪个负责？你在这里是违法的，晓得？打开。不要弄凶嘛！给你开，我给你开。你个龟儿真的神经病！现在是特殊事情，哪个龟儿？现在疫情很严重。把你妈卖去！你个狗日的！你把那个重庆上来，你搞的是什么搞的？乱搞的！怎么我要回家？老百姓是有意见的，不是没意见。吹打呀，哪个天没事的就打嘴巴，哪个被个捅嘛？他没做核酸的。我从来都不做核酸，我是正常的人，我去又不是疫情，我为啥子要做核酸呢？这两个月来，重庆市绝对因为其他疾病死人比那个比较多好多。那是防疫防疫规定。他找不到我，说死了找不到我。你要选举了，这个威胁我，老师不打人。重庆已经，我只据我晓得，在封了那几天当中，有34个人跳楼了，有那个孕妇流产了，社区不管理。我不晓得这啥时候是个头，毫无期限的等待确实让人窒息。我们也想耍，但是我们耍不起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咋办？